您知道吗？即使您的爱车停得不开，也会伤车。就算您再怎么努力，仍然无法全面保护您的爱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可怕的杀手们正在侵蚀他们。第一杀手，干膜。每次冷车启动几秒钟后，机油才能被充分地带到引擎室内壁。在这几秒的过程中，你的爱车引擎已经无可避免地造成干膜。第二大杀手，水汽。水分是腐蚀机器最危险的杀手之一。当引擎停止动作后，水汽机械由空气进入润滑油及燃油系统里。所以即使你的爱车不开，水汽已无时无刻一点一滴腐蚀你的爱车引擎及燃油系统。三大杀手，积碳。任何再好的机油、汽油及柴油都无可避免会产生积碳，积碳会影响燃油效率，降低引擎的寿命。